超过100天了。那在这边特别要谢谢我们所有站在第一线的医疗的医护人员，以及呢把医疗院所提供很好的设备，让我们在发现疑似的案例都能够用最快的速度那做好相关的应变，确保我们乡亲的一个这个健康哦。那新逢这个母亲节的前夕，也带了我们彰化典韦的这个康乃馨哦，特别来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医护人员。那康乃馨的花语叫做妈妈我爱你哦，敬祝恭祝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母亲节快乐哦。那我们呢也要特别谢谢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有10个医疗院所，他们都有做产检的一个这个配合哦。